明天是女儿的生日，我现在要去拿蛋糕。就是甜素的朱莉老师做了一个无蛋奶的蛋糕来送给女儿，现在她已经到了。我顺便准备了一本书要送给朱莉老师，等一下去跟她接。我选了一个粉红色樱桃的，粉红色上面有樱桃的蛋糕，准备拿去送她，她已经到了。老师 ，Hello， 啊，没有直播，是拍拍，这是我送你的书，我有买了，啊，没关系，我签名了，不一样，我再来给你签名，哎，没关系，都给你，啊，不会，跟你照一张，我也需要跟你照一张，耶，谢谢，谢谢朱莉老师，再见。朱莉老师有买我的书，然后他有带来想要签名，结果好巧，我也签了一本给他。现在来去要庆祝了，哇，这盒子粉粉嫩嫩的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，好美哦，还有金色的蜡烛耶，这个清冷肠，等下打开来看看，女儿定很喜欢，是粉红色的樱桃。阿妈，那个蛋糕来了。哇，什么呢？阿玉生日对不对？打开。把蛋糕拿出来吗？爸爸，拿出来。爸爸拿。吃蛋糕了。我来吃蛋糕。哇，把粉红色的樱桃。我来分。上面有插一个甜素的 logo， 这是无蛋奶的。无蛋奶，我来分。好，你来分。甜素现在有在做线上的蛋糕教学，有想学无蛋奶的蛋糕可以找甜素报名。我插蜡烛啦，好，插蜡烛。哦哦 sorry， 点火，哥哥点火，可是要关灯。啊，好，前面点要关灯，那我要许愿。你啊，你知道许愿了。好，爸爸点了哇，来，我们一起唱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开始吹。哎，还没许愿呢。还许愿，所以他才不会熄灭。我们去帮你照相。还没许愿。所以他不会熄灭的原因就是还没许愿。这个可以先拿起来。许愿了吗，阿玉？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一个棒棒糖。要棒棒糖啊、哦！嗯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愿望？还有一个公主的娃娃。公主娃娃。第三个是那个。我在许愿大家全世界都平平安安。嗯。好，那你说。大家平平安安。好，吹。再不念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哇。已经在吃奶油了，是无蛋奶的奶油。我怎么吃？小心不要割到手哦。我的版权。好，爸爸教你。要先把
把这个拿下来。不用，不用拿。需要老师都是这样子。啊，老师都说，老师都说要这样子啊、哦。好，那你来分配哦。今天也是寿星啊，可是你用手哎。哥哥，快去拿叉子、汤匙。帮妹妹，帮妹妹都要用手。你等哥哥一下。嗯，嘴巴这里怎么会有奶油？把用叉子把挖出来。好大颗的樱桃是不是？哦，好大颗哦，那么圆，那么胖。草莓。这是樱桃。这是草莓。切一半的樱桃。切一半的樱桃会好吃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好，那可以切了，没有水果了。有的哈。嗯，好，来切咯。放在哪？好切。那爸爸帮你一起切吗？嗯，好。我要这么切。切。切。五岁了，要长大哦。长大知道吗？嗯哼，要乖乖听话。是四个而已。乖乖听话好不好？乖乖听话啊。嗯哼，乖乖听话最后一次。我感觉这奶油很绵密，对不对？看你切的感觉。好绵哦。掉啦！掉了。来救吧！有叉子。啊。紫色的蛋糕，对不对？还是粉红色？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好绵密哦！不知道是紫色还是粉红色，算紫色。哇，还有果酱哎，下面。我两种颜色，一层好像火龙果的颜色。好，给姑姑。谢谢。耶、yeah ！姑姑的也是紫色，好搭哦。全部都是紫色。下一个哥哥。谢谢。还有呢，樱桃要分给大家。好，妈妈你呀。你要什么樱桃？都可以，你来分。你要什么樱桃？都可以啊，妈妈自己呢。你是要自己要说你想要什么樱桃？半颗的樱桃。好。好。可以。还有姑姑的。要什么樱桃？这个一颗，我帮你挖。好，你把它剥下去，剥下去，这颗剥下去，给它滚下去。对，哇，还有你自己啊，爸爸。挖一颗樱桃。一颗。谢谢。圆圆胖胖的。哥哥要这个。啊，哥哥也一颗。哥哥这个半颗，半颗加起来一颗。我想要一颗，我想要一颗。啊。把它滚下去，蛋糕快吃光了。蛋糕太好吃，吃光了。哦哦，这也要跟他一起吃吗？哦哦，这个要跟他一起吃。先放这。好，阿姨换你，赶快来吃了，寿星赶快吃。我要这个，要这个。这一层是，我看看，一层是火龙果，一层是樱桃酱。出水了。樱桃的口味吗？樱桃酱。好像是。嗯。耶，开动。嗯，我吃到椰香味。嗯，好吃。椰香味可能取代那个牛奶，感觉好像是。嗯，好吃哎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吃了蛋糕长一岁，要乖乖听话哦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嗯。要吃哪一块？奶油好吃吗？好吃。哇，好大口哦。阿姨，阿姨已经。
朝思暮想很久了。朝思暮想他的蛋糕。对啊。Enjoy， 千玉。哇，好大口啊！来樱桃，嗯，好吃，好吃一口。那是谁的？在我的，妈妈的。爸爸。嗯。一二三四，有四层海绵蛋糕。那最后一个，我很好奇这个无蛋奶的奶油。嗯，绵密。嗯，滑滑顺顺的。嗯，好吃啊。这中间夹的又感觉不一样了的口感。嗯，上面。有果酱，果酱很棒。嗯，果酱好吃，带一点酸酸的，可以解腻。这是樱桃，赶快咬下去。嗯哼，其实中间有冬至，整颗的樱桃。嗯，樱桃好新鲜哦，对不对？还有冬至。好，你慢慢享受蛋糕咯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